我召集了盟军，并前往扎库的文库禁地世界。在那里，跟阿奇三位神秘的守护者正在等着我们。而在黑暗中，某个东西正在监视着，等待着。OK， 够了。好吧，泽拉图老朋友，你有你的神秘预言，现在看看你的守护者说些什么。解读预言的任务带领我来到了文库禁地扎库行星。扎库行星，这里有森林不朽守护者，守护着远古之事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要说十月十五号了。预言的碎片，因为阿吉他说他要去打 Blitz Kong 啊，回来的时候休息一个礼拜，十月十五号差不多。嗯，干。我不要戳我伤心往事好吗？我只是诉说一个事实，一个过往的事实。哦，也是也是也是。对，换个好处想，我就不用出去啦，我可以去艾维卡的比赛。对啊，鸡巴，对不对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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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所以那时候会说十月十五号是因为阿吉他要去 Blitz Kong， 预期要去 Blitz Kong， 预期，然后回来休息一个礼拜后，十月十五号打 BO 六九，对对，后来发现他不用去了。然后加上重新上虚空自己上市当天是十月十号，所以我就决定十月十号。对，好可怜，可怜的阿吉。哎，我也没去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一样可怜。干，好难过。我们这边就是卤蛇，卤蛇窝。这里真是异常的安静，这些建筑的状态完好，只要有能量就能正常运作。哦，有水晶塔就可以了。这关好像要打混元体。哎，你们是觉得耳机彩色的一直变会比较酷啊？我们来投个票好不好？我们投个票好了。我觉得这个给大家投票好像也不错。耳机要用什么颜色？保持现在这样。用彩色的比较潮，来投个票，投个票，什么粉红色？我生气哦，什么粉红色？哎，这选彩色是怎样 ？OK， 那我调回来啊，我是觉得沙酱蛮好看的啊。然后弄彩色的喽，妈，清一色彩虹色，没什么感觉是吧？那就彩色吧，这样是很炫，这样感觉很像那个，你们懂的，在路上骑车的时候会看到。OK，Let's go。阿菊，就这。我这个耳机怎么样？啊？我这耳机有没有炫炮？中二欸？什么中二？你不觉得我的耳机很炫炮吗？你那个就是煞气的。煞气耶 ！G 六三三，帅气耶 ！G 六三三。我从后面看，我觉得那个反射 G 真的是有点。什么？就，你说那个光吗？对啊，我没有觉得很帅，我觉得。怎样？不觉得煞气的 G 六三三吗？你最好讲话小心点哦，我跟你讲，小心点哦。没有没有，帅。是煞气的 G 六三三。煞气又闪亮，飒爽登场的辉哥 G 六三三。算你会说话。欸，不能放加速欸，是怎样？我的追力应该是只有闪追，只接有闪追。这里有许多我们可以利用的废弃件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打这关的时候是需要几个这边盖满了光炮，水晶塔就能恢复他们的能量。哎呦，你好，技能。守护者们已臣服于更强大的力量之下。黑暗者，哇，这屌色哎、欸！
把你当朋友，你把我当更强大的力量。到底是什么蛊化了这些神族？看来这个神圣之地真的被某种邪恶的力量占据了。哎，这不能生传门子。你许我血月使者，我来了，很有趣。很是我血月使。点歌等到我们没有打剧情的时候再放，不然会被消音的。一个神族和虫族的会文体，污秽的东西，污秽的东西，谁创造出了这个恶？神族跟虫族的 baby， 污秽的东西。我的福临，是时候给我你们的力量了。哇，屌西耶，好猛！全部都吸到他的丹田里。我们的移动，每个人，我们你需要我的专业技术，而我是月石之石，一个机械制造厂。这建筑或许对我们会有帮助。不能生传门是怎样啊？我觉得要光炮，不然守不住。我是黑暗之心。虚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们还赢。哇，还闪现欸。哇，他好俏皮哦。他好俏皮哦，他是闪几点的。混元体正在吸取守护者的能量来维持力量，我必须快点救出他们，趁现在还来得及。本拉库，很有趣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灰暗本属我是。你的实力已经被没收，上绝望投降了。非常这关有难度哎、欸，他这样子一直来，我怎么受的？我回来效命，谢谢你，强者。阿宅，我是月石。我们的移动很顺利。要不要杀了探测机吗？太无辜了。我们一个黑暗神殿。一旦恢复能量之后，它可以对我们有不少贡献。你与我与深海只是延迟了。我是历史之神，我们会按照虚空升级完成。泽拉图，一定是命运把你带来这里。啊 ！A 到自己的嘴脸。帮助我，兄弟们，我们将一同净化这个邪恶之地。指挥我们。你的使命将在今天结束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你这是合白球哎、欸，不错。虚空，我们。
是玉石之上去。这张图用引刀，不知道怎么搞错。你虚空。我们是一世作者，来吧，我的奴隶，是时候给我你们的力量了。我是奴隶，我是虚空，我是一世之上。黑豹，虚空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啊，你有点大只哎。哇，起飞了，飞起来了。想把这个地方占下来。毁灭降临，万物俱灭。你需要我的助力。先来守这个啊！我们还有虚空，是冰冷。我是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是你们去收获水晶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我要聚集我的力量。还是背着背。我是玉石，有好多好多不朽在这里。这些不朽者，你手超猛。这是个被遗弃的盛唐文库。哦，可以生闪电。请是你愚昧之茶，你毫无希望。黑暗之心，敌人正在接近。哎，虚空，赶紧回家。哎，哇！飞起来了！自由即将来临，英勇的战士们，拿起你们的武器！今天我们将对抗一个强大的邪恶力量。享受你这短暂的胜利吧，这一切还没结束。我在想，需要用闪电吗？我们闪电好像没什么用哎。是秘密，必须维持。
难以我是黑暗虚空，我是看我不朽爆了，挂了放。本属你的命令，我回来效命。他这个有能量吗？哎，可以反馈吗？来了，好像可以反馈哦。我等下来做一只看看能不能反馈。我是玉石。反馈可以是不是？那用反馈好了，反馈很猛。只是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传门啊，是怎样？我没有空间之门可以升，是怎样？可是其实也才250滴而已，我觉得有差那么多吗？回救喽！你需要喷。哇！挥拍气功哎！有越来越吃力的感觉哦。我是玉石之上，荣耀是无朽的。希望自己还没有上。预购早就预购了，好吧，他第一天预购我就买了。直接 A 啦，根本就不需要光炮。屌你！我是直接去过关了。本属虚空，我是黑暗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回来效命。很有趣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你需要我是。好像有点猛哎，这打得赢吗？毁灭降临。等一下打不赢嘞，等一下先退先退。巨灭。等一下多点再来。灰暗一去虚空。来拉个阵型。这混元女打了不会痛啊！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我回来效命。再等一波哈，再等一波。你没有足够。毁灭降临，万物俱灭。万物俱灭。如果今天在路上有遇到一个人跟你讲说，毁灭降临，万物俱灭。
你会怎么想？你们会怎么想？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们是卡恩之光，我将遵从。我们是卡恩之光。虐啦！囚禁在里面，我们必须马上将他们释放出来。我们不懂我的指令。有科技没拿？我们看都拿了吧。你脑中的预言碎片，德拉图。我们现在将利用轮廓来解读他们。哎呦！循环将爆发出预言，创造出新型的萨尔纳加将升华他的创造物，吞噬者将如预言般前来吞噬所有的希望。非处于恐惧，他会为其他生物带来生命。就从伟大的饥饿之开始，这将在无尽的黑暗中结束。饥饿，那指的是主宰吗？他在预言中也扮演着什么角色？德兰尼，我必须回到主宰安息的地方。我们的家乡，伊恩已经退役了，他退役了，没有当选手。他最近都在做其他的正职。